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期的拆盒时间。今天给大家拆的呢，就是面前的这么一个包裹，这也是我买的一个眼魂系列，我们假面骑士 Ghost 的这么一个无限魂啊。看标题的话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我还没有拆啊。这是我觉得，这应该是我最喜欢、最有兴趣去收的这么一个眼魂，算是 Ghost 的终极形态的这么一个眼魂吧，可是无限魂。好，这个包装有点猥琐，不多说，直接就先来拆。外包装的这个是给我烂了，所以我就扔了。这个无限魂的话 ，DX 系列的话，价格是在200美元左右。那我收的价格是190啊，包中通。觉得这盒装还是比较好的，散货的话也要180，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去买二手或者说没有盒子的，不如就买全新吧。而且这家店家也是比较好，来检查。看这个包的皮确实，但是 Ghost 的腰带暂时不在我身边，所以不好去给大家进行这么一个腰带的联动视频啊。好。展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假面骑士无限的这么一个 DX 系列的眼魂。整体盒子风味其实跟所种系列都差不多，这边写的 DX， 这个非常帅，我觉得 Ghost 这个背后就是联动这个腰带的一些简单说明，我们就来打开吧。我好久没有去买假面骑士的周边了。那像这种包装我真的不是很喜欢，就用这个胶带去保护。